我哋今日呢个由只虾手开始，你要攞咩啊？哇，咁靓嘅呢只手，出靓嘅。日久失修的妈妈手。系，点解我成日都嚟呢度饮茶？因为我唔系咁冇商业嘅饮茶地方，唔系冇咩冇咩冇商业嘅地方饮茶。冇商业嘅饮茶地方，唔系。嗯，加油！得意喎，幾好玩啊！爸爸，點解咁樣對我仔啊？哈哈，你只鞋調轉咗，下次你提爸爸，知唔知啊？跟住佢就同我講，知唔知道啊？好似好正。你唔舒服，你同爸爸講啊嘛，冇忘記。邊個係懵豬豬啊？我根本係。我有啦，有一個啊。我們拍拖啊，他這些叫什麼？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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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阿 B 车啊，呢个系阿 B 车 ，OK 嗱，大家有同为证啊！喂，阵间见好唔好啊？阵间见个车啊！你班咁啊？阵间见啦！嚟，拜！我哋而家嚟行街，介绍翻呢度系咩地方？咁你形容系咩？我而家唔得。形容系乜嘢啊？嗯，永安百货咯。点解你知道我谂咩嘅？我觉得系实惠。实惠梗唔系啊，实惠卖咩噶嘛？卖家具，识唔识噶奶？你咪喺你咪你咪喺香港生活过噶？系唔系港岛人嚟嘅？唔系啊，港岛佢都去永安噶。你妈妈同婆婆成日去永安。乜嘢啫？爸爸好想嚟。系啊，一千几啊，唔系喺黄泉噶，系投票啊，咩价钱买？婆婆已经拣紧啦，一蚊系。99 cents 一只，真系。我依家都眼眉跳紧。一蚊都，你知唔知食法国好味点？我拣咗两只，我都拣咗两只。好妙，俾你拣只。拣唔落。得啦，冇 face 嘅。我哋两个自己用，跟住佢自己。我用翻白色嗰啲。系我有 face 啊！我呢个 size 特别好，饮方几好。5蚊三蚊只，即系10蚊，10蚊都唔使。点算啊？我咪太耐冇消费，我癫咗。我而家觉得我自己富翁啊！有一個人很忙，你看他，你看這個多忙，他就去了，我是富翁的，富貴啊，富貴，你看，爸爸在這裡，讓爸爸看，有什麼？你做什麼給我錢給我啊？誰給你個布布啊？我不知道，你不是亂買啊？怎麼有這個？你冇亂咁攞喎，我哋依家要執喎。嗯，喂，呢個好得意啊，媽媽車嚟嘅，你俾呢個媽媽睇下。俾媽媽望下。哇，好靚喎！你買呢個啊？好。你派個攬俾。爸爸係爸爸攞嘅。自己執㗎，亂執㗎。哇，好靚喎！你自己問爸爸，爸爸冇錢㗎。蓝色噶，因为蓝色所以爸爸车。喂，虾仔你唔好啊！掉佢落去好似棒。捉，跌，放，掉。嗯、OK， 好。哎呀，呢、這个教剪仔好似好啱用。你我想问，你讲真噶？我唔用，我买两个几嘅嘢，你有咩资格？嗱，你有时嗰啲衫咧，嗰啲牌仔咧，咪整喺啲位咧。即係嫌佢吉到你飛起嗰啲咧，問下婆婆先。你估婆婆會贊成我定係會覺得我黐線咧？婆婆，你覺唔覺得我哋需要呢個教剪啊？要啊，有時剪嗰啲label 嗰啲咩啊 ，tab 嗰啲嘢咧。哎呀，係啊，係咯，揾把細。Great mind think alike 係啊。哎呀，俾完錢即刻 meet 添啊！點啊？過嚟啊！我哋喺度等開排隊，跟住又點？
系啦，等一阵先。好啦，嚟呢边个啦。企多呢边个，妈妈翻呢边个，喐，喐，你喺度走，我哋翻呢边啊。等等先啊，边呢个系咪啊？诶，我开心，哇！你睇佢个笑容，梗啦就啦，哇！你要攞边架？帮我阿妈影张相，要唔要夹片噶？嗱，你个袋要袋住喎，咩？你手攞咁多？诶，好似我要覺得要買嗰啲咩功能褲嗰啲咩？好，係啦，冇得啦，擺曬落去喺曬入邊啦，啊，滿曬啦，係咪啊？好啦，邊個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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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邊哈哈，我哋而家去边啊？睇船。跟住咧？食雪糕。耶，咁啊！琴日我买咗嗰啲碗，跟住我 po 喺 Instagram， 大家都话靓啊！识唔识啊你？靓，梗系靓啦！我老婆拣嘅一定系靓。诶，跟住下一句你想讲咩？我知啊。你拣到啲咩啊？本身今日系唔谂住出去嘅，但系因为而家天气好咧，想拎只虾出去晒一晒。但是因为阿妹昨天已经出了去了，所以呢，她不可以连续两天都这样，因为阿妹会很累，所以就让她在家睡觉。但是我们其实现在都是出去一会儿这样买少少东西吃。我给大家看看，我呢爆疮，黐了个暗疮贴，但我没有晒晚修雷灯，跟住然后这个呢劲厚。我来了这里成十年了，但我还是脱离不到很多要在香港才买到的东西。我相信其实还有很多香港人都是这样。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是买好不好用的问题，是那种心的问题。还有我奶奶真的超好，她真的成日寄东西给我们。那跟着然后我自己做 YouTube， 那间不中都收到些由香港来的一些 PR product， 然后有时卖广告，那他们又会寄很多 product 给我试，那就令到我更加一直一直呢是没办法脱离咯。哈哈，你冒险王啊！你睇下佢好 ready 去食雪糕啊！呢个小朋友嗱，和光糖咧就系咁样用嘅，大家唔系净系爱嚟搽佢条嘴噶，育婴神器。哈哈，啲湿疹有少少爆出嚟，搽和光糖真系好好啊！我屋企有十几廿支全部。在这里住了咁多年咧，真系仍然都系会觉得好靓，好中意出嚟呢度 h e。哇，好晒！但系我想同大家介绍咧呢间酒店啦。如果你哋嚟 Tasmania 玩咧，即系遇着系除夕嗰阵咧，哇！呢个酒店系非常之好嘅，因为咧喺 Waterfront 呢度啦，咁每年除夕咧呢度就会有好多活动咁样噶，咁又会喺度放烟花，咁呢度有啲露台。如果你住呢间酒店嘅话咧，你喺个酒店入边咧已经可以感受到超浓烈嘅气氛咯。我哋住过一次。那間是 Mac One 咯，但我想其實如果你是除夕的時候，這一間的價錢都應該不便宜。我們住過一次，就是除夕的時候在住。為什麼那時候住呢？好像有拍 vlog 的，我不記得有沒有了。好漂亮啊，好舒服啊，其實我都需要曬太陽。我們要維他命。風平浪靜沒有風的一天真的很好。 Tasmania 有一件事非常辛苦的，就是很大風，很大風，很爆炸大風。他現在來找看有沒有腸粉吃。來 Tessie 玩一定無論怎麼都好，一定要戴防風的褸啦，還有要戴太陽眼鏡啦，即我們剛剛上車拿回來真的很曬啦，還有戴帽，留意翻戴帽，特別是大人和小朋友我都覺得是戴頂頂帽。就算你夏天來啦，我都很建議你要戴可能 Uniqlo 嗰啲薄羽绒咧，系啊，我嚟防身。系啊，就算夏天嚟都戴定啦，因为你哋如果睇我嘅片都系来自亚洲嘅地方啦，咁你哋未必咁习惯咁冻嘅天气噶嘛，戴定就冇死噶啦。讲开衣着，要介绍呢条裤俾大家，系 Uniqlo 嘅，我特价买$30，非常之劲。Can you take a photo of all of you? I know. Yeah, thank you. 好啦，先，大家睇唔睇得出我而家系？這個位置呢， Waterfront 呢度啦，
其實是有機會會看到藍眼淚的，我們當時都出來看過，你記不記得？光祖我們現在進去看看有沒有一些海鮮買一下，可以買那些蟹煲蟹粥。小心啊，鮮啊，爸爸吃布啦，不喜歡啊，鮮啊，有魚，哈哈，見不到魚啊，蛋雞，蛋雞，這是超大的蛋雞，有 barmoody 猛禽，現在可以買回來蒸，我是蒸咯，我今晚是蒸魚。到達目的地啦，這個就是我們要吃雪糕的地方。之前我咪成日介紹入去 Mirrors 嗰度食嘅，但 Mirrors 入面嘅雪糕咧就大件夾底食。如果你係嚟旅遊嚟玩嘅話，必食呢間，必食呢間係 gelato 嚟嘅，係非常之好食嘅。蝦蝦食唔食啊？我哋專登帶蝦仔嚟咧，因為佢可以一邊睇雪。Oh. 好唔好味啊？好啦，大蝦仔食完雪糕咧，依家就買嘢翻屋企同婆婆一齊食。飞啦 ，Go 啲，好唔好啊？哇，呢、這个公园我哋把晒啊，得我哋自己玩啫，虾仔嚟咯，你捉实啊，捉实未啊？哇，要啊要啊，哈哈，我哋出发啦，好唔好啊？我哋 Go 啦，好唔好啊？你 ready 未啊？好啦，去啦，行啦，妈妈同你行啦。Go！ 妈妈落袋都唔记得攞，我哋行啦，去咯！哇，好犀利啊，虾仔！明明已经要训练出嚟攞车，唉，迟啲啊，又话呢样又话嗰样噶啦。有埋吹风到呢个村，但系夜晚睇唔到黑蚊蚊喎。睡觉是读星星书的哦，终于肯入房了。唉，阿妹睡了觉了，仔。嚟啦，我哋睇星星啊，睇星星啊，嚟啦嚟啦。完成了氹蝦仔瞓覺，依家咧蝦仔瞓覺臨瞓前一定要數一啲嘢嘅。咁平時我哋數星星啦，跟住今日咧突然間佢自己咧喺度聊要數 A B C 喎。其實我哋冇刻意去教佢 A B C， 因為咧我同學生都覺得。A B C 使乜我教？學校一定教我哋，梗系教佢其他嘢啦，系咪先？咁所以咧，我哋就冇刻意教咯。跟住頭先佢自己就喺度 A B C， 跟住我哋就哦，原來我哋嘅仔已經學識咗 A B C。咁當然佢係數唔曬26個，咁所以我哋就同佢一路喺度數啦。跟住數啦，明明一直數咗幾次啦，都好順。突然間數到 Q， 唔識讀 Q， 跟住然後爸爸已經笑癲咗，咩唔識讀 Q 你咪讀緊 Q， 跟住然後佢瘋狂碌唔識讀 Q， 跟住佢就自己瞓著咗。小朋友真係好有趣。頭先我真係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件事咯，我覺得呢件事我真係覺得自己好卑微啊！頭先我沖緊涼啦，跟住咧蝦仔同阿爸爸一夜衝入嚟喎，我做乜嘢咧？蝦仔話要踎廁所，佢話要自己坐喺個。個 party 嗰度要自己去廁所喎，跟住然後突然間咧，阿婆婆又抱埋阿妹入嚟，因為阿妹要沖涼喎。知唔知咩叫 open shower 啊？我真係連少少自己嘅時間都冇啦，真係少少都冇。有嘅有嘅，你煲嘅時候已經冇人會沖入嚟。係咯，我哋啱啱開始俾蝦仔睇一啲嗰啲 toilet time 咁樣嘅書啦，即係想慢慢開始俾佢認識到戒片呢樣嘢啦。其實我又冇諗住要 push 佢一定要好快去戒咯，但係我覺得你慢慢俾佢認識呢樣嘢，因為咧佢而家喺 childcare 嗰度咧，佢升咗班，咁佢啲同學咧其實有一啲已經係識得自己去廁所。我係比較想係幫佢認識呢樣嘢，即係會覺得啊點解？有些同學會這樣做的，有些是換片，有些是坐低的，不想他覺得好像為什麼自己跟別人不一樣，多過是真的想他要立刻現在就戒到片。但他也有這個意識的，我覺得他有的，但他還未好覺得很舒服，是可以是除了片就噢的感覺、不過慢慢來，我也不急的，說真的，現在他都是兩歲，幾多個月了？三個月。
咪咯，即系我就唔急嘅，咁我觉得啲嘢顺其自然啦，我觉得都几好。咪多谢你，好啦，我哋呢个 vlog 咧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谢大家收睇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Dragonfly heard the message.